台东成功镇出产的优质几成，每到产季就被消费者抢购一空，而目前又进入了产季，虽然受到雨水不足等因素的影响，让几成的卖相较差。不过成功镇的农会的总干事强调，品质绝对和往年相同，欢迎民众到成功镇来品尝好吃的几成。外表看来鲜嫩多汁的成功几成，每到产季总是供不应求，目前又进入了产季，成功镇农会也把握机会持续行销。再加上今年是旱灾啊，落果也蛮多的了。那今年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叫田间去调查一下，顶多不会超过40万斤了哈。那我相信啊，我也跟我们农民打过气了哈。今年应该是旱灾啊，有加上果实蝇的问题啊，非常有卡歹啦吼。但是我嘛常在讲啊吼，人啊吼，人歹无要紧，内心嘛水吼，迄品质啊无走去啊。我相信啊吼，先讲伫咧三千台栽柑吼，是人讲讲青面的啦，愈看就愈甜啦，愈看就一定愈好食的啦吼。那我希望有空到我们成功，我可以请你们吃喝咖啡，再吃个乌鳖果，够把机会哈。成功镇农会表示，想要吃到品质、口感一流的脐橙，来趟成功就能吃得到。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。